你是公開定是非公開的帳戶都好啦，有時候呢 Instagram 入面呢都會有一些機械人留言的垃圾信息，甚至呢有一些還會將你 tag 在他們的 post 上面啦。嗱，唔好懷疑自己呢 follow 咗一啲奇怪嘅帳號，其實呢想杜絕呢啲嘅垃圾留言呢係有方法㗎。首先第一個呢係最簡單但係最冇效率嘅方法，就係呢如果你喺你嘅貼文下面見到一啲垃圾留言嘅話呢，就將呢一個留言向左邊褪過去，然後撳感嘆號嘅符號呢就可以將佢檢舉，又或者係呢你直接將佢剷除咗都得，但係呢有時候呢剷一個就會出現返三個，效率嚟講呢就比較差啲啦。首先咧，按咗設定，跟住咧就揾翻你嘅私隱設定，按回應，咁咧就可以見到一個手動過濾。然後咧，你輸入翻呢啲機械人帳戶經常用嘅關鍵字，記得咧用逗號分翻開，然後咧再按埋呢一個過濾最常被檢舉嘅詞語，咁就可以杜絕呢一啲假 account 嘅留言啦。首先咧喺個人設定入邊咧，選擇翻私隱設定。再按翻留言，允許留言。咁喺呢度咧，你就可以篩選邊一個先至可以喺你嘅貼文下邊留言。咁如果你係一個公開嘅帳號嘅話咧，我就建議你按翻你追蹤嘅用戶同埋你嘅粉絲，因為通常一啲假 account 咧就唔會 follow 你，而係只係會留言嘅啫。咁如果你係非公開嘅帳户嘅話咧，其實你就唔需要擔心有人喺你嘅貼文下邊留言啦，因為佢哋根本就見唔到你嘅貼文啊嘛。如果你不想被人隨便咁 tag 喺啲 post 上面嘅話咧，就可以撳翻個人設定，然後撳私隱，再揾翻標籤嘅地方咧，咁就可以決定翻自己嘅帳戶會唔會隨便被其他人 tag 咗啦。然後咧，如果你再選擇埋呢個手動批准標籤嘅話咧，就可以檢視翻自己被人 tag 咗喺邊一啲嘅貼文上邊，咁就唔使再怕以後咧有其他人亂咁 tag 你啦。